我们这边是4502啊，现在海拔3891。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右手边还是这大棚哈，暖棚。你知道还有一个词儿，不是还有，就是在那个地田地里面还有一个，这是那大棚嘛，还有一个叫菜窖，哎。那个菜窖就是放存储那个蔬菜，大白菜我记得是哈。塔巴村，这边是塔巴村吗？灯塔的塔，巴蜀的巴，塔巴村啊。哦，在左手边了，是吧？塔巴村啊，奶牛吧，黑白花，啊，4503，现在海拔3885。我们得谢谢大车师傅，是吧？也得谢谢机动车师傅，谢谢所有的机动车师傅，是吧？无论是轿车、皮卡、SUV， 还是那个三厢、两厢的车，反正就是得感谢人家，是吧？哎，先到这吧，这边。